你们的任务就是帮助那些困在房间内的灵魂离开。哦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行行，可以进。哦，有种摇鱼整个屋是吧？应该是吧，兄弟。不知道，你们是？哎，怎么还在这？他们都出去了，就都你了。走走，我带你出去走。我不出去。啊，我爸爸喜欢喝粥，你们可以去粮食铺给我爸爸买点大米吗？买大米出去是吧？好，那我买去。好了，我拿块大米来了，那走吧，跟你妈走走去吧。不，我要红豆。你刚才不要大米，那还能不听这个？我要红豆。啊，好，红豆。啊，红豆，这玩意对了吧？哎呦，不对，我要的是薏米。哎，我就知道，薏米也有，那薏米。我要黑米。黑米啊，黑米也有。啊，还有什么？面条儿都有。这是喝粥的，我爸爸爱喝奶茶。看，你看没有？那多亲。好，不同性，他们进哪儿了？同性变味儿。哎呦，他们来了！我看出来了，俺说他们这个学生，谁面都不完整。那怎么办吧？我坐。在这屋了是吧？啊，应该是。哎呦，怎么想死？行，你说吧，你怎么走出去啊？下雨了，你们帮我把走廊里的床单收回来吧。啊，收上这是吧？你得去，我不去。哎，爸，你快去，早点完事再早点下雨吧。歇会儿，你们去，你去，我还得看家道。哎，又不是我想来的，谁想来谁去的。哎，你咋是找白事？你很说话。那本来我就不想来，你来了你又不做任务，那你不去谁去啊？哎，别吵，别吵，别吵。我老乡，我哎，打雷，我是咋了？打雷，打雷，不要吵，别吵啊！玩游戏怎么还玩急眼了？好，出来了吧？又去了吧？这什么意思？不是俺从屋里出来行了吗？你都出来了，走，下一关，走走吧。哎，爸，我找到道具了，咱走吧。哎，找啥呢？我也找道具了。啊？是，打雷这么事？你多少还？啊。哎，陈红。我们抓凶手了。哦，在哪儿呢？在那儿，我爸把他装桶里了。这里边在哪？哦，装桶里是吧？啊，又要骗我出去？行，赶紧进来吧。啊，怕他跑了，把他装桶里了。你看，啊，让他把人装桶里啊！不行，你看，我看看。我操！哎，你跑了，哎，就快跑了呢。